你这个力道。Hello，大家早！现在已经10点钟，又到我们星期三每天早上的全身性简易锻炼。那我希望大家提醒各位同学，请听自己身体的声音。那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休息。我们会有45秒的计时器在荧幕上。那每一个动作，请大家重复的做。那如果 Kitty 上前来到荧幕，让其他的同学进入教室内，请大家不要停下来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10点，要准备开始暖身。我们今天暖身的第一个动作是手直接伸直在身体的前面，上下的动。我们不求快哟，但是确定你有把手上下的晃动。来，45秒，准备一下，计时开始喽。相信大家有看到荧幕上的计时器，请持续的重复这个动作。如果稍后我有到荧幕的前面，请你不要停下来哟，谢谢。这是我们今天暖身的第一个动作。让我们身体除了热起来，关节也准备好哦。还剩下5秒钟。很好，时间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暖身的动作是手在身体的旁边。我现在要展示给大家，记得脚要打开与肩同宽，站稳哦。我们把它关起来的时候，头往下看；打开的时候，头往上面看。所以是下上。好吗？45秒，慢慢的做这个动作。好，我们计时开始。现在是我们暖身的第二个动作。脚打开，关开，很好，继续哦。关的时候往下看，开的时候往上往后看。往下，往上，我们不需要快哦。好，还剩下7秒钟。很好，时间到。接下来，我们第三个暖身的动作。我们其中一脚往前，然后手就从旁边滑过去，起来，换腿，再滑过去，起来，在您的家中或者垫子上，顺着直接这样子持续的重复这个动作，好吗？那如果你不想要走动，没有关系，你一样下去，换腿，再下去，好吗？如果能走，用步伐一步一步，这样子会更好。来，45秒计时开始喽。整个起身，换脚，整个起身。大家边做的同时，随时可以把视野转到荧幕前面看一下我，但是当然你已经非常熟悉这个动作，你就可以专注在自己哦。好，还有7秒钟，好，时间到，接下来我们第四个暖身动作。我们就真的要踏步哦，Kitty 要求所有的同学都踏步，好吗？但是我们膝盖要提高，好，
这样踏步，手就这样，好吗？45秒，不求快，认真的抬高，开始咯，计时开始哦。45秒，不求快，认真的把膝盖往胸腔走。在家的你，我希望你也这样子踏步哦。对，到处走走。不要变成这样哦，好吧？我们认真的提膝，膝盖整个抬高。我们把活动范围扩大，很好，时间到。接下来是我们第五个、最后一个暖身动作，我们要 shovel 拖着脚走路哦，然后颠过去，颠脚颠起来，好吗 ？hold 住2秒，这样，一二，再 shovel 到 side to side， 45秒，准备计时开始。Shovel， 一二，还有22秒哦，坚持住 ，Shovel。On your toe， 记得垫在脚趾头的时候停留2秒钟，这样一二，好，时间到 ，Good job everyone， 这是我们的 warm up。接下来这一周我们会从站立着的动作开始，我会先展示动作。然后再调整计时器，您就会在荧幕上看到45秒在倒数中哦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动作，脚打开，而且要宽过肩膀，好吗？宽过肩膀，双手到最下面，你可以最低可以碰到的地方。然后我需要你臀部往后往外坐，坐下之后 hold 住2秒。手抬起来，一二，再下，起立，再一次，腿是直的哦，碰地板，坐1秒2秒，手抬起来1秒2秒，放下站立，好吗？我们一起做 ，OK， 45秒，计时开始了。忘记怎么做就可以看一下。荧幕记得腿要宽过于肩膀哦。好，我稍微斜过来做给大家看，有一点侧身。1秒2秒，举起来，1秒2秒，回来。而这1秒2秒，基本上我希望大家做到每一个角度、每一个细节。好，时间到，请大家不要担心哦。即便你只做了3、4次，我们有3组的时间，3组3个 set， OK？ 每一个 set 当中会有60秒的休息时间。接下来，我们第二个站立的动作，我们左手放在耳边，然后我们的右手贴着大腿，然后我需要你下去 ，OK， 然后就往下滑，手跟着往下滑，然后抬起来，去另一边往下滑，抬起来，往来我退后一点哦，我
你的手在这，往下滑，抬起来。OK，好，45秒，我们会一边一边的做，来计时开始。来，请一边一边做哦。好，请开始做哦。现在 Kitty 要放同学进入教室，我们只做，现在我们一边一边的做，请继续哦。还有25秒，我们现在再往右边，手直接起来，再一次持续的重复，记得下半截的身体不要扭动哦，请站稳哦，脚趾头对着前面，好，时间到，让我们换一边。45秒，换一边计时开始，所以变成你看到左侧贴着大腿，回来下。我们现在是往左倒。然后我们的右手在耳朵的旁边，希望大家都有看到 Kitty 下半截的身躯并没有扭动，没有晃动哦。记得专注自己的状态，你不一定要很低。很好，时间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我们两边都做。接下来第三个动作，我们脚要从并在一起开始，右腿往外跨一大步出去，臀，您的右腿往外跨一大步出去，臀部往外推，头往下看，好像鞠躬一样。OK，头往下看，起身回到原点的时候，腿再往后跨一大步，手上升，所以是这样哦。来，再看一次哦，跨一大步下，回来，后，下，回来，后，好，准备一下哦，45秒计时开始。我先把垫子稍微移开，因为我的垫子会滑动，所以我的袜子是防滑的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所以鞠躬，腿是直的。回来，后，出去，回来，后面，膝盖记得是放松的哦。上周有同学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左侧的膝盖是放松的，你不用刻意的锁住它，也不用刻意的去弯曲。好，时间到，准备换一边哦。好，45秒计时开始，我们要去左边喽。往左边跨一大步。身体直直的下去，不要驼背哦，也不要把身体拱起来，把你的背放平下去。回来，同一腿往后，然后手往上升高，所以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下去，鞠躬，回来，往后。非常好，时间到。接下来我们第四个动作，我们一样是一边一边的做。OK，我们的右脚往后点，双手往外伸上去，再往外点，双手打开，非常简单。OK，往外点，往后，往外，往后。好，请一边一边开始做哦，45秒计时开始。
后跟旁，侧边。加油，还有15秒，照道理你应该有热起来哦。时间到，好，准备换边，手有可能会酸的哦，来换另外一边，计时开始。来，请继续重复这个动作哦，我们现在在做左侧，不要停哦。还有20秒，这是我们第四个动作喽。很好，时间到。接下来第五个，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第一组的最后一个动作喽，双手。成为 Y，掌心对着前面，手肘弯曲，OK，手肘弯曲到眼睛前面，再打开。但是重点记得哦，来，但是一大重点记得哦，我们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手肘到肩膀的地方不晃动。不是这样子哦，没有跟着动，请你定住你的这个 Y，OK，大概就在靠近耳朵，一点，好像要靠住，但是有一点距离，下来，上去，不用太开哦，是这里哦，下来，上去，好不好？45秒重复这个动作，计时开始。来，请认真的做这简单的动作哦，手不需要太出去，这样子，下、上、下、上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谢谢。尽可能感受自己的身体，看自己的手臂有没有晃动得很厉害。我们要定住，如果手酸是正常的哦。来，坚持，不要耸肩哦，记得。太好了，时间到。好，接下来60秒补充水分的时间，大家一定在荧幕上看到计时器开始倒数了，请你补充水分，休息一下。如果觉得你的肩或者是哪里手臂很酸，甩一甩，动一动，好吗？来补充水分，谢谢。还有16秒钟，接下来我们要 round two 第二组喽，所以提醒大家，第一个动作是脚打开，宽过肩膀，手往上伸到往下伸到最低的地方，我再展示一次哦，因为这已经是第二组，所以就是脚打开。宽过肩膀，手到最低处，然后臀部往后往外坐1秒2秒，然后手举起来1秒2秒，碰到地回来，好吗？再开始，来45秒，计时开始喽。
脚打开，宽过肩膀哦，谢谢。每一个地方都是2秒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回到原位？我们要重复的这样子做，创造正确的肌群的记忆哦。好，请继续重复哦，不要停哦。很好，时间到。接下来第二个动作，右手放在耳朵旁边，你的左手碰着你的大腿，下去到最低你能去的地方，但是重点是你的臀部不要往外推，站稳，好吗？然后再手举起来，跟着过去，再回来，再出发。45秒，计时开始。右手在耳朵旁边，往左边倒，往右边倒，回来再下。如果头容易晕的同学，尝试放慢。好，换边就不展示喽，计时开始。左手在耳朵旁边，如果你头比较容易晕的同学，可以参考现在哦，下去，然后上来。然后定住，停1秒再开始，定住再换边，下，回到原点换边，OK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晕眩的这个问题，你可以一气呵成，下，上，再出发，下，上，很好，时间到，这是我们第。二组第二个动作咯，来第三个动作，我们是脚并在一起开始，右腿右边往外跨出一大步，下回上，好吗？45秒计时开始，从我们的你看到的右侧哦，下，不要拱起来哟，不要驼背。回来，回来，再往后，然后手往上，同一边，出去，回来，出去，回来，下，回到原点，并起来，后。四拍哦，一，二。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，很好，请换边喽，就不需要展示喽，谢谢。45秒，左侧计时开始，先并起来，鞠躬，一，跨一大步，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。跨一大步，鞠躬，把背打直，平的，回来，往后，记得膝盖放松。很好，时间到。
好，下一个我们也是一边一边做手，OK，刚刚是脚，现在手记得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，好吗？45秒，右侧开始计时，开始喽。你的膝盖是放松的哦，不用刻意弯曲，但是也不用一定要把它卡死。顺着一个重点是你的脚趾头对着前面哦，好吗？好，请继续做，还有12秒。如果你觉得喘不过气，或是觉得很累，可以休息一下哦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要换边喽，换左侧喽。这是第二组喽，计时开始。打开，关，开，关，来，请重复这个动作，在45秒之内做一样的动作，谢谢。腿在后面，手就在上面；腿在旁边，手就打开。尽量把你的活动范围、活动度扩大。好，时间到，Good job。接下来第5个动作，手是呈为 Y，记得吗？然后。靠近耳朵，不用贴着一点点的距离，下、上，但是记得哦，很重要，请你上半截肩膀到手肘的部位那一节的手臂不要晃动，所以不是这样，这样是错误的。OK，我是示范错误的，正确的是手定住，关、开、关、开。来，45秒计时开始哦，我们就有1分钟的休息时间喽。脚还是微宽，微开与肩同宽。不要耸肩哦，不要把肩膀拱起来，放松哦。谢谢，来坚持。如果真的酸得实在太厉害了，放下你的手臂，休息是没有问题了。你休息一样可以再出发，时间到，太好了，又是我们补充水分的时间哦。也现在在倒数咯，记得喝水，谢谢。我们要准备进行最后一组了，第三组。所以相信，这样子跟着每一组每一组的做，大家身体一定会更有感觉哦。好，我们还有12秒钟，来，请大家准备一下，我们要开始第一个动作，好吗？脚打开，宽过肩膀，手伸到最下方，跨出去的就鞠躬，对，好。来，第一个动作，请准备，计时开始。相信大家还记得，脚打开，宽过肩膀，到最下方，然后臀部往外往后坐1秒钟、2秒钟，双手举起来，也要数1秒钟、2秒钟，回到地面，起身，抬头挺胸，我们再出发。
记得臀部往后坐，很好，时间到。接下来第二个动作，手在耳朵旁边，准备45秒，记一边做，计时开始。记得下半截的身躯不要动哦，意思就是你不要下去的时候臀部，你看好，这是错误的示范，不要跟着弯出去，所以你要定住，然后下，然后换边，手举起来，然后臀部也是不要往外推哦，定住，回到原点再开始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要换边咯。计时开始，记得都知道是很简单的动作，但是我希望大家是抱着认真面对、认真做的态度哦，谢谢。这可以增强我们的 mobility，让我们的活动度。可以更好哦。如果头比较容易晕的同学，这是你的起点。你可以在每一个 movement、每一个动作的时候回到起点，然后再接下去回到起开始那一点再开始。好，时间到。两边都做完了，第三个动作，脚并在一起开始，对不对？右腿跨出去，鞠躬，回来，OK，然后再往后，来，计时开始，并起来，同一边哦，记得要臀部往外推，背是直的，来，我侧身做给大家看哦。跨出去，背是直的，回来，时间到，我们要换一边喽。计时开始，请开始喽。四拍的动作。很好，时间到。接下来，手开关，也是一边做，好吗？45秒，计时开始。右腿先往后点，手往上升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很好，请继续哦，不要停哦。当然，请听您自己身体的声音。如果你的身体告诉你需要停，那你就停下来哦。但是休息够了，请记得再开始，谢谢。
时间到，来，我们换一边咯，换一边，45秒计时开始了。我们先往后点，手抬起来。加油，撑住！Good job，时间到。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好吗？Y，然后关，45秒，开始喽。肩膀放松。跟着我们就要变成坐在地板上的动作喽。希望大家不要排斥在地面上运动，谢谢。如果你是害怕爬不起来的话，先拿一个板凳或重的椅子在你旁边，可以让你可以扶着它起来，又或者。如果你怕站不起来的同学，可以靠着墙坐，好吗？在墙旁边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站立着的5个动作已经结束了，3组都做完了，大家太棒了！现在休息时间，请您补充水分，谢谢。还有，顺便跟大家分享，每次在我们休息补充水分的时候，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分享，在课堂上分享，又或者有问题需要发问，随时可以在这1分钟提出哦。好，请稍后，跟着我们要开始在垫子上的动作了，好吗？还有8秒钟，接下来一个动作，我们没有要躺着哦。第一个动作，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移动到地面咯，所以我先展示给大家看，因为这是第一组，所以我们就还没有要开始计时。坐在你的垫子上，先是。膝盖在垫子上，如果你的垫子不够厚，又或者你比较敏感，拿个枕头好吗？或者是毛毯垫在你的膝盖的部位，或者是如果你有 knee pad 也可以。坐下，手起来，起身之后，腿往前跨一大步，然后往前。hold 住3秒钟，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，回来，坐下，再出去。我们也是一腿一腿做哦，因为45秒，我希望大家认真慢慢的做。所以，我们一边一边做的原理，就是可以让我们每一边都有45秒的时间去活动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计时喽，来，请开始。是直的，OK，然后往前，1秒钟、2秒钟、3秒钟，回来，左，一、二、三，起，跨一大步，一、二、三，回，
好，时间到，我就不展示另一边了，好吗？来，45秒，请换腿哦，计时开始，我们换边喽。一、二、三，跨，一、二、三，回。很好，时间到，Good job。接下来的一个动作，我们一样膝盖在地面上。还有记得，每次我站起来调整计时器，您不用起来哦，留在地面，谢谢。我们膝盖一样在地面，但是我们的 forearm 手腕到手肘的部位在地面。然后我们的腿，右腿抬起来，然后要左点右点，左点。右点，OK，就这样，左点右点，好吗？一边一边做，45秒，计时开始喽。还有一个要领，请您继续做，耳朵顺便听。身体不要这样子这么前面哦，OK，就是正正的，所以你的手肘 elbow 是跟肩膀差不多是一直线的，然后你腿抬起来之后，开始左右点。如果你的膝盖在地面的膝盖实在很痛，可能你动过手术，可能受过伤，可能年轻的时候运动过度，不管是什么。你垫软垫好吗？如果还是疼痛的明显，请停下来。来，我们需要换腿喽。来，请准备哦，45秒计时开始。我们换腿喽。我们的前半节的手臂 forearm 在垫子上，然后腿抬起来之后，左点右点，就是在垫子。你可以眼睛看着自己的脚点，但是你在地面上的膝盖如果真的很痛，请你停下来，好吗？来，请继续哦，不要停哦。还有4秒钟，谢谢。好，时间到。我们两腿都做了，接下来的动作我们需要躺到垫子上了，所以请大家现在躺在垫子好吗？然后眼睛看过来，我们还没计时哦，我们要做我们的背，躺在地面上，手往外伸直好吗？大家请先看哦，然后我们其中一腿。弯曲90度，另一边的手去碰着你的膝盖，然后往这边压，压过去之后，你的脸是看着你伸出去直直的手，hold 在这里5秒钟，好吗？然后回来换边，hold 在这里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但是记得你的肩膀是在地面，你不要做成到最后变侧躺哦，好吗？所以意思是说，你对你的背会离地，可是你的手是在地面的，所以你不一定可以很下去，但是慢慢慢慢的做，好吗？重复的做，我们有3组哦。好，请准备，请留在地面。45秒，计时开始。
记得左边右边哈，两角都要哦。你要感觉你的手臂、你的背是在地面的，或者是说肩膀的那一部分，然后回来，脚放下，换边，然后你的背是贴着垫子，然后另腿的反方向的手去拉，那你的手是在地面，你的肩那个部位，肩胛骨肩是靠着地面的。好，时间到。不论你一边是做一次还两次，只要您是认真的都做，都是最棒的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第四个动作，我们一样是躺在地上，脚抬起来，膝盖弯曲，但是肩膀需要离地。如果不能离地，你可以留在地面。然后我们要定住，然后双脚的脚跟要往下点，heel tap。来，我示范给大家看哦。我们先躺着，手放松，肩膀就背这里，肩膀这边离地，脚打开，脚提上来，不是 all the way up，然后交换，就这样。但是你要感受你的核心。不要用你的脖子撑着哦，也不要用太多的腰。当你用太多的腰，用你的脊椎腰在撑，肯定你腰会痛，而且会酸得很过头。所以尝试把背放下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先离地面小小的动作。可是我要你感受你核心这一节。我需要每一位同学帮 Kitty 感受这一节。好吗？OK，记得腰不要痛，腰会痛，请你停下来，reset，然后让肌群忘记刚刚的记忆，然后从头开始，来45秒，heel tap，脚跟触碰地面，计时开始喽。来，我们一起躺着哦，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喽，可以不用离地，如果你的。健身的程度比较高，你想离地可以，但是建议大家可以先从这里初级开始，记得是这边，想着核心，你肚脐以下的部位也会用到哦。然后你觉得，哇，这边好酸哦，好辛苦，赶快伸直。然后你可以把膝盖往里，然后休息一下，觉得可以了再开始。好，时间到，接下来是第五个，最后一个，我们要增强我们的活动度哦，我们的 mobility，所以我们会坐在垫子上，所以我现在需要大家，刚刚我们是躺着，你先。侧身躺，慢慢将自己推起来，然后请您坐好。坐着了之后，放松，你就直接膝盖碰地，过来再碰，过来再碰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而已，慢慢的，好吗？来，45秒。计时开始了，请大家开始做这个动作。同时，Kitty 想要提醒大家，我们为什么重复的做45秒，感觉好像很长，可是当你很细心、很仔细的去做很简单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45秒往往就感觉似乎变短了，好像不够用。好，今天我们垫子上的动作，我们只能做一组。接下来我们要 cool down 咯，很好，时间到。
好，这是已经是我们第五个最后一个动作了。我们现在要开始收操，已经10:51喽。那 Kitty 希望下个礼拜三一样可以准时10点在线上看到大家。那再一次提醒，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动作，可是暖身是为了避免运动伤害。所以如果您的生活的 schedule 允许您的话，希望你准时上线哦。请大家现在慢慢的将自己站起来。好，Kitty 会给大家再给大家一点时间，希望大家已经都站立到垫子上，让我们一起脚打开与肩同宽。好，我们来动一下肩膀。很好。来倒转，好，现在用您的右手从头碰自己过去，碰着耳朵左右的位置，脸往前看哦，然后我们要往下压，后在这边，然后你的不要变成好像歪歪的。头是直的，稍微碰着耳朵，然后往下，然后看上面，放松，很好。来，换一边，放松哦。后在这里，很好。来，现在头转圈，请慢慢的转，2圈就可以喽。1圈，2圈，好，请换另一边2圈，转2圈，好，停下来，来，请将您的右手放在胸膛前面，另外一手往身体胸腔这边靠，hold 住，好，换一边。hold 住，很好，十指紧扣，往上伸直，看一下自己的手臂，感觉一下身体越直越好哦。好，尽可能把你的手臂往后放，定在这里，很好，现在往右倒。后在这边哦，换一边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往下放松，眼睛闭起来，专注在自己的呼吸。来，我们一起放慢我们的呼吸，感受一下你的鼻子吸气。呼气，但是放慢，很好，让我们慢慢的起身，很好，脚打开，宽过肩膀哦，然后我们要下去，身体下去握着您的 ankle，来看能不能握着自己的脚踝。来，后在这边感觉你的后腿，尽可能把你的膝盖锁住，腿打直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慢慢起身，脚收回来，跟着我一起吸气，hold 住呼吸，嘴巴慢慢出，很好，再2次哦，来。大口鼻子吸气，嘴巴慢慢释放出这一个气来。最后一次，吸气，嘴巴吐。Good job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周再见，礼拜二 Zumba，礼拜三 Qigong。
全身性转音简易锻炼。拜拜，有任谢何问谢老题的师，同学可以发问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谢谢。